爱的全国的父老乡亲们，郭冬临给大家拜年了。世上只有妈妈好，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，我还是我妈的好宝宝。我妈说啥就是啥，但有时候也让人受不了。老太太勤俭持家一辈子了，那可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。但是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添了个毛病，爱占小便宜，什么打折呀、免费赠送啊，看上就往上冲，拦都拦不住。但是大过年呢，我不想惹我妈生气，我永远是我妈的好宝宝。你是谁的好宝宝？亲爱的，你回来了，我是你的。我不管你是谁的，我是你的。讨厌。来来来，快坐快坐。哎，妈买的那个电饭锅送的什么小电器你都拿回来了？什么拿回来了？这是我上超市买的。哎，不是说免费赠送吗？你少跟我提免费赠送啊，都是骗人的。我在那儿白等了一下午，哎呦，把我累的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我给按按。哎呀，亲爱的，我发现娶了你之后我真是烧了高香了。我们家祖宗那个坟头上啊，浓烟滚滚，火冒三丈。哎，郭子，妈买的那个电饭锅好用吗？太好用了，今天中午我焖了一锅饭，妈饭没熟，电线熟了，啪一下全楼干没电。怪不得呢，刚刚我在楼下碰见王大爷，他看见我一把拉住我的手对我说，姑娘，下次你老公做饭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，我们把蜡点上。这老太太也不知道怎么，你记不记得去年咱们家楼下小卖部搞活动，买一箱洗面奶送五箱洗发水、老太太把洗发水全领回来，她不用，妈看把我洗的。好，我没用。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老公、我琢磨着吧，咱这事儿得跟妈说清楚。行了，她那么大岁数，大过年的，你跟她添什么乱？你不是让她上火吗？那总不能眼瞅着妈上当吧？儿子，妈。哎，千万别说漏了。妈回来了。儿子，免费赠送的那些小家电都领回来了。领回来了、妈，你儿媳妇太够意思了，你看。哎呦，这些得值100多块吧？160。哎，你咋知道那么准呢？我上超市啊。什么超市？什么超市？什么超市啊？不是，是。他太聪明了，他上超市、他把这些小标签拿去对，加起来一共160。哎呀，你花200块钱买一电饭锅，就送160块钱的小家电，太划算了。哎，电饭锅好用吧？好用，一用这锅全楼都懵了。对，什么懵了？什么懵了？你已经吓就懵了吗？他说你那个电饭锅不是吗？你放上米，兑上水，完了这一蒸饭。那个香味儿，全楼人都熏懵了。妈，你太厉害了，厉害吧？看看妈今天的战利品，这什么？哎呀，存上300块钱呐，就免费送一个手机，还带500块钱话费呢，骗人的吧？哎，说啥呢？妈都这岁数了，谁还能骗得了我呀？对，太难了。不是，再说了，手机在这儿呢。是。哎，不行，我给你打一个啊。不用妈，不用打，我知道，我了解他。哎，不行，必须得打，省得他以为我老糊涂。喂，欠话费啊？哟，咋回事啊？不欠才怪呢。真是不欠才怪呢。妈，不是，他你那个刚开通吗？他得把你这条送到那儿去吧，然后再打回来吧。哦，哎呀，那我就待一会儿再打。还打？我得打呀，我得看看我那500块钱话费在没在里头了。行了，妈，你给我来来来，你给我来来，你拿着。妈，你排了一天队了，赶快去歇歇，然后咱们吃饭饭。哈哈，快去快去，妈，待会儿我叫你啊。哎，郭子，过来。你真是你妈的好儿子，你怎么骂人呢你？什么破手机，也就50，什么500块钱话费呀、什么500块钱？银行卡给我。干嘛？往这里面充500块钱。要不然待会儿妈出来一打，这不露馅了吗？你疯了吧？直接跟妈明说不就得了吗？你给不给？我去使。哎呀，你别动。不，你干嘛？喂，
哎，程友啊，麻烦你啊，你给我存500块钱话费。对，电话号码你快快快快。喂，喂，哎，591741，哎，好，哎，快点啊！你看什么破号？591741，我就要气死你！哎，充话费这事儿别跟妈说啊！我就说，你别说漏了！我就说漏！我求求你了！你求我没用！我给你跪下！你上来就套路！我跪下！这是咋的了？这，妈，好多事儿我不得不告诉你了，妈。我有关节炎，哎呀，疼死我了！那快坐下。哎呀，妈给揉揉啊！妈，你一揉就好多了吗？好多了。嗯，手机呢？什么手机？妈，在我这儿呢。哎呀，喂。哎呀，快停停！哎呀，花费余额500元。哎呀。妈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让您赶上了呢？什么倒霉事全让我赶上了。真的啊，妈呀，给你300块钱。哎呦，妈给你压岁钱，快谢谢妈。谢谢妈。谢啥呀，明天呢你拿这300块钱呢也去买一个手机，咱娘俩呀一人一个，500块钱又搭上了。你别着急。啥呀？搭，不，你老说不清楚，你大舌头你。妈，他说的搭，他搭上了末班车，跟您学的，又占了500块钱便宜。哎呀，看看啊，妈这个厉害不厉害？这什么？是美容卡，又是免费的？当然了，那不是免费的，妈能往上凑吗？哎呀，我领这张美容卡呀，那真是来之不易啊，好几十号人在那儿领，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的。你小老太太，你身体又不好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哎，你别看妈身体不好啊，我有智力呀。哎呀，我一看这么多人领啊，我就立马掏出10块钱来，我往地下一扔。哎，谁的钱呢？哎呦，我看大伙儿都在找钱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冲到柜台前，我就抢到了这张美容卡。你真是智力超群呢，妈。真是。有什么好处啊？凭这张美容卡呀，能免费做5次皮肤护理，还送一箱洗发水呢。不要了。哎呀，上次的还没用完呢。妈，你给我看看，我看看。美容卡。厨房，我那个菜放在锅上呢，都快糊了，你去帮我扒拉扒拉。你自个儿扒拉去。妈，我求你了，我只会吃不会做，妈。你呀，永远长不大。妈去啊。去嘛。干嘛呢，郭子？帮妈数出3000块钱，存到卡里。存到卡里，这不是免费的卡吗？哎呀。美容卡诈骗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拿着这个卡进到美容院里，不坑你3000块钱甭想出来啊！赶紧告诉妈，让她别去了。行了，我跟你说，这3000块钱的事千万别说漏了。我跟你说，这次我一定说漏。我求求你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必须得说清楚，要不然我不行。儿子，关节炎又犯了。我再给揉揉。啊，你老是。哎，你说两句行不行啊？我说，妈，你怎么总赶上这样大的便宜呢？大便宜啊，大便宜在这儿呢。哎呀，你这张嘴呀，我这健康胶囊啊，专治糖尿病啊，市场价呀、8800，妈买呀、才5800呀。你又没有糖尿病，你买它干嘛呀？妈，你吃什么玩意儿？我吃药啊。你没有病，快吐出来！咽了。哎呀，妈，你再吃坏喽！那哪能啊？只要吃得好啊，我还得坚持吃呢。反正也没什么坏处。您是没什么坏处了，5800，郭子，5800咋的了？心疼了，孩子，这钱呢不让你们掏，妈自个儿兜里有。妈，你的钱也是咱们家的。要不然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？行了，你别说了。我今天必须跟妈说清楚。我今天必须要说清楚。你别拦他，你让他说。妈，什么小家电呢、手机呀、美容卡呀，都是骗人的，你上当了。不可能啊，这小家电这不都领回来了？那是我上超市买的。
反正手机我也查了，里边有500块钱话费呀。那是郭子刚给你存的，他还要往美容卡上再存3000块呢。妈，没事吧？你就说吧，说出个好歹来，我跟你没完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我能做饭去行了吧？我能挺得住，妈，没事啊。喂，这一切都是真的？是真的。妈，我一直想当个好儿子，我不想告诉你，可是现在没办法了。要不，哎呦，啥动静？吓死我了！啊，肯定是你那倒霉儿媳妇把电饭锅给插上了。帮骗子，给我！妈，你干嘛去？我找他们去啊！你想明白了？啥想明白了？买锅的时候他们说了，坏了呀，管换！哎，妈，你赶紧把妈追回来！你去追！我有关节炎。妈！啊，摊上这样的妈真是好幸福啊！妈！